你什么时候做的呀？我是去年做的，十一个月。您花多少钱？人法实价去年该四十，甚至三十五，今年不知道多少钱。那你等了多长时间？一周。等了一周就等到了。嗯。去年可多了。渔民提供的视频显示，该名患者一周就轮候上了肝移植。相比美国完善的器官移植系统，拥有1.2亿器官捐献者，但美国的平均等待时间为肝移植2年，肾移植3年。他就等到了一周就得到肝了，就这么快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？而且他说去年那个肝那咱多了去了，非常多。经过调查发现呢，就去年，尤其是从香港，中共在香港镇压以来，香港也失踪了那么多人，然后呢，去年那个这些器官很多，那这你想想，这都是从哪来的呢？美国福克斯新闻台、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都先后报道了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。这不也做了一个，你的肝的质地很好，你的肝，这是极品肝啊，我每一两周就带出去给他做手术一月之后，这不在武警做了，带着武警做了好几台了。他说你可以找那些练气功的，他说练气功的那种效果好的啊，可以上一些。看他的病情啊，能等，那就调好的。每次呢，我把信息给你，我把这些情况给你以后啊，然后呢，然后你觉得年龄大，咱就再等下一个啊，咱就等一个最好的。现在武警能做。啊，北京可能是军队医院就武警现在能做，北大国际的肝移植是我现在给他负责的。这武警呢，他的咱们供体质量也有保证。今天有一个，你不是记者，不是，你看见不是？我们这，要好人员，要好人员，那当然就得行了。我为啥花那么多？就是我想拿好人员。你知道这个患者是谁的呀？我的知道，我不知道患者名，但是我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患者年龄和这个什么个头什么这，他那个不知道。这个好肝源这个钱你别舍不得，弄不好的就说差不多得多活10年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对呀，他要在30岁以下。然后呢，这个他要是能够这个，就是练什么呢？练气，练调息的呀，就是所说的纯属用气来锻炼身体。哪有那么年？太多了，是吧？他调息的，就是他那个肝里头，就是所有的气泡都打出去了，就是连气泡都没有，就是那个练气功的肝都打出去了，他那里头所有气泡都在血里头。那你要能赶那个练气功调息就行，不用说练气功武术那些，不用那个武术那些容易伤肝。练法轮功的也行，那李洪志整那玩意儿，反正也算是他也是一种调息，就是最好30岁以下。那我当时就直接说，我说我要是最好的30岁以下。他刚说有些时候他做一台手术的4、5个、5、6个肝源，做一台手术，然后呢？他自己还说，如果说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，肝源要是有问题的话，马上还可以换，马上就可以利用其他的肝源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正当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